还在烦恼暑假要带家人去哪里玩吗？跟着水保局带您去花莲县玉里镇赤科山溪头。行政院、农委会、水保局与交通部台铁局预计在8月22号推出合作2020水保局带您去赤科山溪头超值农村体验活动，名额有限，邀请民众把握机会。水保局花莲分局执行农村再生计划辅导，让赤科山社区各项软硬体建设逐步完成。而今年在与台铁局合作，推出了2020水保局带您去赤科山溪头超值农村的体验游程，将赤科山金针花海美景美食要介绍给全国的民众。哎，大家看我戴牛仔帽，还有穿布鞋，很轻松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8月22号，要邀请大家来去赤科山溪头哈啊！赤科山这几年来，在我们农委会农政单位大家的协助之下，改良场、农粮署还有他们的土地，在5年之前解编了哈，大家耕作上没有压力。那配合我们的农村再生社区上的伙伴，大家了解到说社区的好与美，我们想要在8月22号这一天跟全国的民众大家一起分享，邀请大家坐台铁的游轮列车到我们的赤科山上来去做深度体验，欢迎大家。水保局花莲分局表示，面积广达170公顷的赤科山台地金针园区，每年8月中旬到10月间，遍野的金针花形成了浪漫的黄金海，与错落其间的农舍形成了一幅最幽活的农村美景。想上山赏花的民众可以注意台铁局游轮式列车的官网，搜寻赤科山溪头等关键字，搭乘从台北出发的游轮式列车到花莲玉里的赤科山，来享受不用出国也可以感受到普罗旺斯般的国际级花海飨宴。2020水保局带你去哪里？赤科山溪头，耶！谢吕慧欢迎报道。